待。我也有啊。花姑娘以为自己终于要嫁出去了，怎料被人咬坏一只耳朵，铁蛋趁机跳窗逃命。这边的捕快三条九男子汉敢做敢当，直接勇闯队长老巢。保安队以为是送上门的下酒菜，一言不合就开战，怎料他们是一群废柴，不出一个回合就被捕快打得满嘴流血。此时队长拿着火把走了出来。俺是这儿的队长，你这么有能耐，你是谁啊？我是中央调查局天南秘密情报科第一特警组的密探九九九。密探得知他此次前来是为了逮捕江洋大盗劳力士，便灵机一动，他告诉三条九说劳力士经常出没在屠宰场。得知这消息的三条九信以为真，便急忙前往。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后面的村民喜笑颜开，他们跟着三条九来到屠宰场。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在村民眼里就是一块好吃的砧板肉。果然当他走入屠宰场，里面的变态蜂拥而至，为了保住性命，三条九灵敏翻墙，怎料掉下来的时候木橛子捅了腰子，他捂着腰子逃出了狼窝，晕倒在一户村民家。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一漂亮女人，她的名字叫阿莲，给了三条九最好的照顾。反倒是虎嘴出逃的铁蛋，为了逃避变态的追杀，在树上躲了三天三夜。一日清晨，发现两个屠夫抬着一个人的尸体，出于好奇他赶了上去，却意外看见他们分尸的血腥场景。很快村里人又迎来了开荤的好日子，作为烹饪大师的花姑娘端着高端食材上场，作为外乡人的三条九因为长相白净引起花姑娘注意，人家还特地给他多加几块肉用于搭讪。哎呀，你的手怎么那么滑溜啊，你是用什么洗澡的？别动手动脚的好不好？哎呀，就算我的手不动啊，我的心直动啊。一旁隐瞒身份的劳力士看着面前的人肉难以下咽，哼，不吃了。他瞅准时机想要告诉三条九这个村子有问题，却被突然闯进来的铁蛋打断，众人合力将铁蛋围剿。他说这里的人都是变态吃人肉，三条九却认为他是满口谎言。夜晚劳力士趁着三条九洗澡过来告诉他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变态食人魔，并说自己可以帮他缉拿队长，但唯一的条件就是放了劳力士，因为他就是劳力士。三条九一听气急败坏，两人动起手来，但因为他是光着身子，劳力士侥幸逃脱。为了解决掉队长，劳力士想到被关进监狱的铁蛋，他假扮屠夫闯进监狱将人救了出来。二人趁着夜深潜入队长房间准备将人杀死，怎料这个铁蛋是个怂包，任由劳力士与人决斗，眼睁睁看人被杀，自己溜之大吉。第二天队长将劳力士的尸体交给三条九，告诉他可以回去邀功，但三条九并不知道回去的路上早已经设了埋伏。他被人罩了起来，队长也不再伪装，拿出刀准备大卸八块，突然一块黑布将所有人罩了起来，原来是铁蛋及时出现救了三条九。二人好不容易逃到对岸，遇到一早餐店，刚开始吃两口，却在嘴里看到人的指甲，等他们反应过来想要离开，却已经为时已晚。他们被屠夫捉住带回了屠宰场，他们熬汤磨刀准备将二人开膛破肚大卸八块。铁蛋以为两人必死无疑，突然一个年轻小伙用小刀割断绳子，三条九战斗力爆表，将在场的屠夫打得落花流水。没等几分钟，重量级人物花姑娘就来了，她扛起两个男人准备开溜，却被一个人用匕首扎脑袋。三条九趁机助攻，用木头助攻后脑壳，死了。小伙原来是阿莲的弟弟，姐姐阿莲被队长带走，所以三人合力将花姑娘解决了，然后敲响锣鼓让村民前来分肉。三条九则趁机来到地牢，怎料队长早有预料设下埋伏，为了拖延时间，小伙与铁蛋给分肉现场制造混乱，队长为了维持现场秩序一顿疯狂输出。三条九救了阿莲赶到祠堂，然后与队长大战几百个回合也难分胜负。谁成想一个滑冰鞋突然出现，让队长脚底打滑死在了自己的大刀之下，而活下来的几人乘着木筏准备离开，却被屠夫打脚，几个人也展开激烈斗争。等他们从水里爬上竹筏，却被阿莲吓了一跳。你看这颗星，